你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们家没有你这样的人，好的不学，去学偷手机。我们家的脸全被你丢光了。真的，我没有偷人家手机。快走。大哥，我就想借咱妈一眼，我就走。你还想看妈一眼？妈差点都被你气死啊！再说她也不想见你。快走。妈娘，外面是谁啊？是不是我们家老二回来了？妈，是个过路的。你走走，你走走。前面是那方，谁伴我闯荡？前路没有指引，让我走心又是责向。曾梦像扑火，谁共我疯狂？长夜渐觉冰冻，但我只有尽量去躲。几多天真的理想，几多找到是退缩，沉默气然失望，几多心中创伤。